哎呀，这小姑娘，这么宽的路不走，非得走路中间呢、啊？哎，这不是我前妻吗？哎，我口罩呢？口罩呢？哎，来，你好，哎，能捎我一段不？哎呦，我捎你一段呀、啊。嗯。可是我又不认识你，我捎你。啊，我在这里等了3个小时都没有车，太热了。哎呦，你去哪啊？去蛤蟆沟吗？你怎么知道呀？我，哎呀，我不太顺路啊。我看你有点面熟。我长得脸怎么大众一点？我感觉见过你，你能捎我一段不？开车也就2个小时。开车2个小时啊？啊，也就600多公里嘛。哎呀，主要是我今天有点事情，我不太方便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大哥，啊、你捎我一段嘛、啊，我这里真的太热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都要晒晕了。嗯、啊，我给钱行不？哎呀，这不是钱的事儿。那你一个人啊？啊，我一个人嘛。啊，你老公呢？没了。啊？没了。没了。嗯。啊，那行吧，小姑娘，那你上车吧。嗯，需要多少钱呢、啊？哎呀，不要钱了吧，你上车吧。不要钱呀、啊。啊、嗯。哎，你回来嘛，你咋走了呢？没有钱咋坐车嘛？哎呀，没事，顺路捎你嘛。不行，我是有原则的呢。我们平时坐车搭车过去都要20块钱。哦，那不要钱你还不坐了呀？嗯。那你看着给吧。那10块人行不？10块钱啊？嗯。啊，10块人行，那你上来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啊、你这背的啥呀？嗯，这是我到拿到镇上去卖的纸浆、干辣椒这些。哦，还卖这些啊？啊。哦，你这有多少斤啊？这个？140多斤呢。哎呦，你这还不到100斤呢，你咋背140斤的东西啊？你怎么说话怪怪的呀？啊，没有，你上车吧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啊。哎，姑娘。啊。嗯、你老公走了几年了？嗯，3-4年了吧。3-4年了。啊。哦，那你小孩现在几岁啊？嗯，没要小孩。哦，那你这几年还挺不容易的。嗯，那有啥嘛？嗯，那起码自己挣钱自己花嘛。哎呀，能养活自己啊。啊。哎呀，那你啥时候准备再找一个？再看吧，我暂时不想再找了。哦，那行，那你坐好哈。哎，好。出发。嗯，好。姑娘，哎，你家是在这儿吧？啊，嗯，你咋知道呀？哦，我这小时候在这边待过，那你在这下吧是吧？嗯，那到了。哦，那行，你到了你就回吧哈。嗯，我钱给你。哎呀，不用。嗯，我把钱给你。哎呀，没有，不用了。你看吧，我刚好往下走了，然后顺路就捎你回来吧。哎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没带钱。哎呦，啊，没带钱啊！啊啊，没事，刚好我也没有想着收你钱嘛。那怎么行嘛？你开了两个多小时，600多公里路呢。哎呀，没事，我刚好顺路的，一脚油的事情嘛。你把油都烧了你？啊，没事，哎呀。那你等我回家去拿嘛，我家就在那边。哎呀，你跟我客气啥嘞？咱都一个地方的人嘛。一个地方的呀。啊哈，我小时候也在这边待的嘛。我说你怎么有点面熟呢？哎呀，没事了啊。嗯，那刚好你去我家吃顿饭嘛，老乡。哎呀，不麻烦你了，真的。哎，你跟我客气啥嘛，都是老乡嘛。哎呀，那我意思是说，就不去你家里了吧，这不太打扰你了。我家里又没人呢，我一个人。啊。我一个人。啊啊，那方便吗？嗯，方便。好，那行，那麻烦你哈。哎，走吧。好。哇，这边风景真的看得太舒服了。哎，饭给你做好了。哎呀，你这太麻烦了，不是随便弄一点吗？你怎么还把你家那个盘菜给抱出来了呢？我们自己家平时就是这样吃的呀。这样啊？啊，你这个是什么咸菜吗？嗯，姜片。姜片啊？嗯。哇，你们这个姜片能腌着吃啊？啊，我们山里人一到夏天就吃姜片嘛，因为冬吃萝卜夏吃姜。哦，冬吃萝卜夏吃姜。啊，哥，我先给你盛点，你尝尝吧。啊，行。哎。哇，这个还是泡椒的呀。好了，哥，快吃吧。哇，这个会不会很辣呀？吃起来很香，很下饭的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尝尝。啊，行，我尝一口哈。嗯，先吃一个小一点的。嗯，这个可以。好吃吧？嗯，好香啊。啊。哎，这个吃的真的好爽口啊，真的。啊。哎，我再吃一口。嗯，哥要就馒头的。嗯，要就馒头的。要就馒头吗？啊。行，那我就个馒头吃一口哈。啊。我这是吃一个大一片的。啊，这个可以，好大一片啊。嘿嘿。嗯。
这第二个更香了，这个。嗯。这个配着这个馒头，真的好下饭呢、啊。像我们早上喝个粥，拌个面，或中午炒个菜，拌个凉菜，放了一点在里面，提提味，都很好吃的。嗯，是吗？嗯。哇，这个这吃的真的好爽口啊，这个。嗯，你多吃点。吃。而且很解腻嘛。嗯。而且它姜本来比较冲嘛，这个也没有那种冲味啊。没有的。对了，你这个是怎么做的这么好吃啊？就是我们自己地里面种那个新鲜的姜嘛，拿过来切成片，然后再放点剁椒，放点调料，放进这个坛子里面盖盖子，腌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哇，怪不得这么好吃啊，这个。嗯，行，多吃点。行行行，我再尝两口啊。嗯，好，哥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啊，行行行，麻烦你了，麻烦你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哇，这个真的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太香了，这个，嗯，哥，嗯，水来了，啊，这馒头都吃完了，五六个呢。哎呀，这个主要是你这个姜片太香了。那你喝点水。啊，行行行，再最后一口，最后一口啊。够不够？不够，我再去给你蒸两个。哎呀，够了，够了，够够了，真的。够了就行。嗯，真的太好吃了，太适合夏天了，真的。那个话怎么说来着？嗯，冬吃萝卜，夏吃姜嘛。哦，冬吃萝卜夏吃姜啊，吃了对我们还好嘛？是吗？夏天吃姜啊、嗯？哎呀，你这个姜在哪能买到啊？就是这个剁椒姜片。嗯，你喜欢吃的话，待会儿我给你装两瓶，你带回去啊。哎呀，不不不，你这个这么好吃，我肯定要推荐给那些哥们朋友的呀。他们买的话，在哪里买能买得到嘞？嗯，现在点头像进直播间就能买到了。啊，你还有直播间呢？啊、嗯，刚弄的。哎呀，那这贵贵啊，因为这个生姜在菜市场买的话，一斤也不便宜了。嗯，不贵，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。然后现在一瓶的话是280克，到手的话是两瓶，560克。哇，合着一斤多了呀！啊、嗯，才不到30，还包邮到家呢。才不到30啊？啊、嗯，哇，这么便宜啊！啊、嗯，两瓶的话你可以吃一整个夏天。哇，那太划算了呀，真的。那能不能再给我来两个馒头啊？真的太香了。能行。那我一会儿去你直播间抢哈。啊，我现在给你弄去。啊，麻烦你了。没事儿。